华为推出首款电致变色手机，限量版 P50 Pro 联漪云波。日前，搭载骁龙888-4G 芯片的华为 P50 标准版正式开售，引发了一波不小的讨论。根据华为商城官网显示，整个华为 P50 系列最为亮眼的配色版本 P50 Pro 联漪云波将在9月29日10:08限量开售。官网显示，本次似乎仅开售了 12GB加 512GB 的顶配版本，支持 4G 网络，售价7988元。其他方面，华为 P50 Pro 联漪云波则与其他机型保持一致，正面是 3D 微曲的 AI 曲面屏，居中打孔设计，开孔极小，6.58寸大小，分辨率 2700x1228， 支持120赫兹刷新率、300赫兹触摸采样率，像素密度 450ppi。